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深信，腓立比书一章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每一位神的儿女，对神的救赎大功都深信不疑。由扫罗变为保罗的基督仆人，一生经历了主在他身上动的善功。保罗深信，主也必将这样的善功做在每一位跟随他儿女的心中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，也是留给今天的我们，让我们也能深信，主必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我对你所赐我的宝贵救恩，也像保罗一样的深信不疑。你既然在我心中动了你的善功，那么在这一条乘胜回家的路上，求你如何带领保罗，也怎样带领我。请帮助我能像保罗那样谦卑勇敢地将自己所深信的活出来，直到你来的日子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天父每件事他都知道，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，求告阿爸天父，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深信天父给我最好，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天父最好。不要忧虑明天会如何，天父每件事他都知道，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，求告阿爸天父，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深信天父给我最好，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天父最好，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
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深信天父给我最好，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未曾想到，天父给我最好，天父给我最好。